Hello， 大家午安！怎么又连续一天又来红牌子了呢？好啦，我觉得最近啊，真的节日非常多，那我们要欢庆九九购物节，所以呢，昨天已经做了一天的九九购物节，大家说哇，买得好开心，可以便宜又买到现货。然后呢，我们呢第二天的九九购物节来了，这个是最后一天的九九购物节。九九购物节我们做了哪些事呢？就是台币金额满999，你可以折99块；马币金额满169，你可以折19块。好，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所以你要买昨天的新品、前天的新品、今天的新品都适用，好不好？就是金额可以折99元跟马币19元。再来，台湾的九折专区明天就要关闭了，台湾的九折专区明天就要关闭了。所以呢，你想要买便宜的人，拜托，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时间喽，没有就没有了。好，那记得啊，今天呢，昨天我们是不是有抽折扣码订单？大家说哈都没有中奖，所以呢，妞儿今天多加开了，今天台湾抽5名，199元折扣码送给大家；大马抽2名，39元折扣码送给大家。我要跟大家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折扣码我都是送99块跟100块。今天呢，真的是为了九九购物节，还有昨天真的是大获好评，所以呢，我帮大家争取了5名台币199的折扣码。我觉得非常非常多，就是等于是199块现金送给你的意思。然后呢，我们今天一样会带着镜头到电脑前面去抽奖，今天直播关播前就会抽好了。所以你今天如果有买东西，你要买今天的新品、昨天的新品，任何东西都可以，然后记得把订单编号贴回来，已付款已刷卡订单编号200909000开头的订单编号就可以了。好，直播幸运儿是我，那记得大家要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分享次越多，我们居然做的活动会越多，互动会越多，所以呢，中奖率也可能会再更高。所以请大家多多的分享，好不好？分享只需要动动手指，左下角键按下去就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剧院跟妞妞一起分享。那直播幸运儿是我，当然啦，进来看剧院的直播，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件功课，大家一进来就记得要打上关键字跟妞儿说早安。好，这两件事一定要做了。好，那我要讲了，欢庆九九购物节。好，这是第二天开跑，也是最后一天了。九九购物节我们做了什么活动呢？999元，你输入折扣码就可以现折99块。好，非常的饶舌哦。然后马币是169元，你输入折扣码就可以现折19元。好，然后再来就是台马都有开出九折专区，那这也是最后一天。九折专区里面都是满满的新品秋装，好，我们拣选了一些精华商品打折哦，所以呢，它也是最后一天，才秋装新品就打折，这些东西我也不敢开太多天，就明天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抢九折的东西也可以趁今天。好，然后今天呢，我们直播加码抽，这个是要否在看直播的各位哦。昨天我记得是抽3名跟2名，而且昨天是100块吧，我记得是这样，我在跟大家帮大家争取到的5名199元折扣码，这个折扣码很好用，因为你只有买东西就可以折价，折掉190元等同于现金哎。我觉得我帮大家争取5名，然后大码2名哦，所以大家加油了好吗？好喽，直播幸运的是我，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大家赶快把它分享下去。好，然后呢，九九购物节是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剧院的东西，如果你想要买现货的，告诉你们，我们有一个现货专区，如果你真的等不及，也可以去看。那今天我所有穿的东西，新品都是现货，都是现货。然后我要送给大家的，也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背心，非常喜欢，它是偏比较休闲类的。最近上了很多这种小风衣外套背心，我觉得开始季节非常适合大家，所以呢，大家记得咯，一定要赶快来参加我们的九九购物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买。
好了，裤子没有 S 号了。我跟大家说，裤子呢，昨天呢直播完就整个扫购没有了。喜欢的人还有 L 号跟 XL 现货，裤子会不会再到货？会，请你自己留意官网资讯。会，而且呢，近期应该就快到货了，所以呢，大家可能要下单的时候再留一下，但不是今天啦。好，所以呢，如果要买裤子的，下一次你有看到我们有特别在发这个现货的时候，你一定要买。你可以先看好，之后可以直接赶快下单。这件裤子就是我昨天讲的，不买你会后悔款，买到你绝对会很喜欢。而且呢，真的在做购物节活动，你一定要认真的购买东西，有现货又有便宜哦，好不好？好，如果你想抽奖，你就是一付款以刷卡订单。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粉丝的订单大部分都是刷卡，跟刷卡新竹货运 ATM 转账直接入款，或是刷卡订单非常多，所以我们想说有这样的粉丝，我们可以多一道就是抽奖给大家。这个真的是直播多开的，所以很多粉丝说啊，没差，我平常都是信用卡刷卡就出货了。所以呢，如果你刚好是信用卡刷卡，如果你不是的话也没有关系。那如果你想参加活动的话，方便的话也可以，那就是把订单编号贴回来就可以咯，好不好？好，999，幸好昨晚就下单了。我跟大家讲哦，这裤子真的很难买，因为呢，我们家目前只有两条最厉害的长裤，就是三扣跟这个比较刷色的一个割破的感觉，真的很美，真的很好穿。我从昨天穿了到今天，我还是穿同一件裤子，我不愿意脱下，因为超瘦的，好，超级舒服跟超瘦。好，这个题外话等一下再说。好，所以呢，直播关键字，直播幸运儿是我，然后海外也是 Lucky Winner Will Be Me， 记得打下去。那折扣码请大家多多分享，我讲了，我看到你们的诚意，分享越多，接下来捐的活动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给大家的优惠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给大家的好处还有鞋款只会越来越好看。所以呢，请大家多多的分享，这个是对于 GN 跟 Newer 来说是最大的动力咯，好不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分享。好，再来呢，讲最后一遍咯，今天呢也是要热闹的第二天，就是99购物节。好，所以呢，满99元金额就9折99元，我觉得真的很赞。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大亏本，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是新品预购价，已经便宜一层了。那今天又来个99购物节，999又抵99块。我说真的，很会算的人，今天买东西真的是非常划算，尤其是你买到今天的新品预购，我觉得更划算了。新品预购不是正价，是甜甜价，所以今天等于有两道的优惠，我整个崩溃，整个崩溃。然后呢，还要再抽五名的199折扣码现金送给大家。好，这对妞儿来说真的是大伤啊。好，所以呢，请大家折扣码的活动今天记得，你有喜欢的东西，想买的东西，等一下可以拿着折扣码赶快去做使用跟购买。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就是今天是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香港的粉丝当然有份啊，一样999，输入折扣码现折99块，一样新加坡港澳的粉丝一样一同可以参加这些活动，所以呢真的非常非常棒哦，所以呢都可以的。那海外的部分也是一样啊，169折19。那我刚刚讲了，真的是偷偷说啦，很会算的人，今天是新品预购价，已经便宜一层了，再来又有这个什么999折99块，又有169折19块，所以简单来说，买到今天的新品根本就是双重折扣啊，好不好？今天真的是优惠给在看直播的粉丝。那活动走期今天是最后一天咯，好不好？然后秋装新品九折专区明天也就会消失，回到正价了。所以呢，如果有你想要的或是还没有买的，你可以稍微去逛一下，还有耳环有部分追加补货到，你也可以去逛一下。总而言之呢，这两天购物节买东西，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啦，就是折扣加折扣的概念哦。好，这种活动不敢常办哦，因为真的是太赔钱了。好，所以呢，今天按赞留言分享，妞儿会送我身上的这一件，就是比较休闲的背心，它可以搭裙子、牛仔裤、短裤都非常非常好看哦。好，所以等一下妞儿也会有一系列的穿搭给大家。好，活动是不是都非常的清楚了呢？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呢。所以呢，我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今天一定要买到好看的东西。我里面的背心啊，我也是早上穿了绿色，现在穿了咖啡色，我超喜欢这件背心。昨天已经通知大家，不买可惜，我不是失心疯的包色，是真的很喜欢它，完全冰凉高弹的一个螺纹背心，超赞的。好，来
欸，有人问我说昨天怎么庆祝，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去过什么大生日，因为我觉得年纪可能也，我不是一个就是一定要过得很浩大生日的女生，所以我觉得还好，就是跟家人吃个饭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收到无论是同事啊或是各位粉丝家人的祝福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去过生日啊，好，就是平平淡淡的，好，这样子我就很开心啦，我觉得开心不是一天，就是每天都这样开开心心的，我觉得就很棒了。对啊，好了，那今天呢，我要开始今天的直播，记得打上关键字。还有我讲了很重要的，因为我最近在观察大家的分享，你们分享越多，我呢只会跟行销部呢就说可不可以再来一些，再送一些。好，所以呢，请大家记得要帮菊月分享。那再讲最后一次喽，九九购物节是第二天，活动也是最后一天喽，满台币金额满999可以折99元，台币金额满马币169可以折19元。那台湾的部分官网，在台湾官网购买的新加坡粉丝、港澳粉丝，通通都可以一同参加这个活动。然后秋装新品九折专区，明天就关掉了。你们呢，想要捡一捡九折的东西，好，不要觉得说啊九折一点点小气。我跟大家讲，剧院是不太打折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只有到季末才会打折。我现在推出的东西很多都是我们秋装新品的东西，给你九折，真的不容易了，因为我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女生，好，所以呢，更不要说给你们九折，真的只有两天，好，所以呢，你想要买九折的东西都有现货，可以赶快去看咯。好，那最后呢，就是非常重要，就是等一下如果你有买东西，把订单编号贴回来。今天那个直播加码抽是要抽5名的199折扣码跟大码的2名39元，我必须要讲哦，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抽比较高金额的折扣码，一般都送99或100，今天提高到199是因为真的欢庆购物节，跟昨天非常多人参与活动，真的是一直说可不可以再抽，明天再抽，我们的私讯都是这一些。好啦，既然看到你们的诚意，我也呢拿出我的诚意，今天等一下直播之前，直播完就会带着大家去抽奖了。好啦，那我也二话不多说，要开始介绍今天的新品了，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赶快听我们的直播，好不好？然后等一下我有件事要最后要跟大家分享，昨天看到就是一个小留言，我觉得很可爱。好，所以呢，来，我等一下也想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好啦，那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我身上的这个小背心，裤子没有断货，裤子都会再追加，裤子不会断货，裤子会再追加。那现在卖场上有的尺寸就是 L 跟 XL， 比较大尺寸的有现货，你现在买下午就可以出货。那 SM 什么时候会有呢？也都会有，都已经有在追加补货了。那这个裤子其实我也讲了，很认真的讲它，讲了好久，就是很瘦很弹，不弹你，我直接讲啦，细节可能没办法讲那么多，因为要讲今天新品，反正不弹不好穿，随时欢迎你退货。你不想买，后面真的有非常多人要抢购哦，你有买到真的是你非常幸运。而且呢，我觉得真的是不论是在屁股啊、侧身啊、正面啊，它算是中浅色哦，没有到超浅，就是秋冬色可以穿的，但是以这种刷色跟这样的割破，它真的非常非常显瘦跟纤细。然后很特别的，它的开口是在脚的内侧，好，所以呢，你在拍照的时候特别显得修长。好，就这样，裤子呢都会在追加，所以大家不要再问了，有看到现货就先去买了。好，那就是购物节，希望大家都买得开心哦。好，第一件就是我要送给大家的，它是一个软料吸水的一个斜纹布，它非常好穿，因为它可以穿得很 rock， 可以穿得很休闲，可以穿得很小知性，它很厉害，它是只有一个颜色，没有别的颜色。那我今天走的是比较秋冬的颜色，所以里面才搭配了一个有点砖橘色的背心。哦，好，然后我觉得背心这样搭起来整个很亮眼，当然你里面想要搭黑色背心、白色背心、灰色背心或是文字 T 七分袖、长袖都完全没有问题。这件啊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斜纹布，因为我很喜欢穿休闲的 look， 大家都知道。那这一次啊，这个造型啊，我觉得非常棒，打开就很好看，它是一个 oversize， 有点小落肩，旁边是利用这一种抽虚的概念，所以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哦。那它又是做我这种懒人嗲嗲扣，超方便。我跟大家讲哦，如果呢你那个懒人扣扣起来，我觉得也很好看，它就是这样子，不扣跟扣起来，很少有外套两种都很好看，因为有些外套就是
打开才好看，扣起来就不好看。但是这一件很厉害的是，它连扣起来都很好看。好，尤其是爱穿牛仔裤的粉丝，你一定要买这件。它呢是有点卡其色，卡其色呢就是不分四季哦。接下来变冷了，你可以搭配长袖。今天我们有上架一个七分袖薄 T，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现在的季节。等一下我也可以搭在里面给大家看哦。好。然后就是这种嗲嗲口，然后打开也很好看，然后有做口袋。那本身呢，就是想要做比较休闲 oversize 的感觉。等一下妞儿呢，也可以下楼梯，或者是穿小白鞋、穿短裤，搭配不一样的风格给大家看。好，总而言之，我今天是想要走一个比较咖啡色的路线，所以里面的背心呢，就搭配了咖啡色的部分哦。好，里面的小背心我特别讲一下，它有四色，小帮手帮我拿一下好了，它有四色，黑、米白。白跟绿色跟我身上的橘色，然后它是一个超级高弹，然后冰冰凉凉的感觉。好，然后呢 V 领纹路都非常清楚，这个呢现货几乎都被秒扫了，所以请大家自己动作快咯。那等一下妞儿也会下楼梯穿这件搭配这个小背心给大家看。那长度的部分我觉得很刚好，就是一个正常衣长，所以呢个子比较小的你感觉穿这件也不会很大或是很长，我觉得它整体做的就是恰到好处，而且它是非常软料的。好，这件你在外面基本上应该看不到，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它哦。然后就是很休闲小性感，我身上的背心啊，昨天这个绿色穿了，好，四色我都超满意的，米色、米白色也是一个我昨天非常大推的颜色，然后米色、黑色跟绿色还有我身上的。好，现在有些颜色都要预购了，如果你要买赶快去买，预购背心的话其实蛮快的，请大家自己动作快了。好，那外面的这个背心它一样是做一个大领式的，那我刚讲了，它连扣起来都超好看的，因为有的真的是就是感觉外套是重看不重用啊。但是我觉得啊，这一件把它扣起来也非常好看，它很精致哦。你们收到的时候，它从这边开始就有一条车线哦。好，它呢在宽松中想要做一些比较就是休闲的感觉，比较利落的。然后我觉得很可爱的是它手抽这个抽须非常棒。这一件就是今天有来直播幸运的是我，然后按赞留言分享就有机会获得。它，我觉得你如果有买到或是有穿到，你会感谢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实穿，我等一下穿洋装我也会搭给你看，好不好？然后它就是一个薄款洗水料，等一下我会加长袖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好，然后我现在稍微先搭一个长袖。好，这长袖呢等一下也是我要介绍的东西，好吧，我要介绍的东西我先搭配一下长袖给大家看。好，再来呢，今天的东西我觉得很好买，接下来这一件啊 T 恤啊，我跟大家说你们呢买到一定会喜欢，它有点微透，然后它也是我们非常非常棒质料的一款商品。来，这个薄 T 啊，现在啊，来已经开始要上薄 T 了。我先跟大家说，这个薄 T 我自己是薄色。这一次呢，我决定怎样，不要让大家太难选色，所以呢，我就选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白色，很透、很弹、很凉，然后七分袖。那我现在看到我们公司很多女生都已经穿衬衫跟七分袖在上班了，早晚有一点点凉意，我们不会上太厚。这个呢是完全你看得到吧，完全高弹，然后轻薄透都看得到透透的。另外一个这个颜色穿起来超级高贵超级好看的，它是正宗的奶茶色，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包色，我今天看到很多人两色加入购物车哦。好，那我刚刚来说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加这个外套。我刚刚讲了，我刚刚是背心的 look， 如果你今天穿着是七分袖有袖子的，好，我跟你讲我们家的背心，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上过一件牛仔背心，好，它到现在每天都还在追加，这个背心非常的实穿跟实用，各个风格通通可以。那你如果喜欢有腰身的，你可以扎进去一点，像我现在这样，或是我刚刚放出来也可以。你看接下来变冷了，你们就可以这样子搭配，我跟你讲超级美。然后等一下我今天好上洋装对不对，洋装搭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我觉得这背心 CP 值很高， SML XL 的粉丝都可以很轻松驾驭。而且呢买它你不会觉得说啊不知道怎么搭配，我刚刚的第一套是背心，第二套开始有一些有袖的东西，或者甚至之后的长袖都很 OK， 都很 OK。 所以呢这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因为我觉得谁收到谁都好搭，不会说买了它困扰不知道怎么搭。因为等一下我还在教大家搭一些再更休闲的短裤还有洋装到底要怎么穿它，这 CP 值超高。好，在讲这些之前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折扣码活动呢是
最后一天了，999可以折99块，马币169可以折19块，然后还有九折专区。那我讲简单一点，今天呢是今天礼拜三嘛，本来就是我们剧院的新品甜甜价，所谓的甜甜价就是比正价便宜一点，因为我怕有一些新朋友，所以我讲清楚一点。那刚好今天又在做99购物节的活动，所以呢我们等于是折扣再折扣。好，所以呢如果你是新朋友今天来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踩到这一波很厉害，双重折扣，这在剧院是很少会出现的事情，折扣通常都只会有一层，今天你可能是折扣再折扣。好，所以背心反正我讲了，背心你真的对我剧院一定的熟识度，我相信你一定会买回家，而且会非常满意，因为有买过我们家的牛仔背心就知道了，有型好看又实穿，好不好？背心不用买太多，但是像这种洗水休闲的，有型好看又喜欢哦。好，来，那我等一下会再继续搭配咯。好，那再来我要介绍我身上的这一件。好，我刚刚讲了它是一个超，我放出来它的长度很棒，好 SML 可以轻松的驾驭，会不会透？当然微透，有没有看到？已经看到微透了，代表着很凉。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弹力非常好，它的布料很棒，这是我们剧院第一款薄 T， 好，在公司就已经非常大获好评了，更不要说现在你们看到这款赶快去买，因为真的都有现货，都有现货。那海外的地区你们也不用担心，我讲了只要我穿得住的衣服就代表是你们穿得住。好，我呢整天真的是满头大汗的，但是这个很薄很薄的长袖，而且你看到整个是微透的，然后它的质感超级弹的，你一定会喜欢，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细致。好，那本身的衣长很棒哦，是做到稍微要盖到屁股，不会到很长，你放出来穿也可以。再来刚刚我的围扎，很轻而易举的围扎就可以非常的好看，夹口的地方你也不会觉得说很大很闷热。好，再来呢，如果呢你想要绑这个非常好绑，好，有时候很多粉丝说妞儿为什么在镜头里面看你绑蝴蝶结，好简单哦，我一直练习练习还是没有你绑的好。基本上呢应该是取决于衣服弹不弹，如果衣服越弹的话就会越好绑，如果衣服的空间不够大就真的很难绑。那这一次的袖子啊是做大概七分袖，好，我们不会一直出这种款式，所以你放心哦，七分袖我觉得现在蛮刚好，早晚有点冷，因为我也看我们公司小朋友全部都穿长袖然后长罩衫，所以来出一些薄薄的，而且弹力超好。那它很经典哦，它很经典，它的经典文字就是一个草书，好不好？好，等一下你有问题我再问帮你回复好不好？夏天，因为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材质也不一样，一个是棉麻，一个是洗水料，穿起来的风格视觉都不同哦，然后所以我觉得不太好比较这两样东西。好，来，那白色呢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哦，因为白 T 接下来不论你是要搭昨天的风衣外套还是你要搭今天的洗水背心都很好用。好，我稍微搭一下昨天的黑色的那个风衣外套给大家看。好，黑色绿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好，接下来好，有人在问说这两件有什么不一样，大大的不同，因为呢一个是小风衣外套，一个是呢洗水外套，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好，所以呢这个白 T 今天超多人加入购物车，你呢一定要买，然后它的弹性很好，好到肩膀窄小的人甚至可以拉到140，所以像妞儿喜欢围斜肩的人他都可以做到，但本身是做正常领给大家，有没有看到白色若隐若现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然后今天按赞留言分享礼呢就是要送这个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披起来真的是不得了了。好，你看哦，有一件小外套跟没有一件小外套的风格完完全全差很多，好，差很多哈，这样子超级美的。99购物节你今天买它就是折扣再折扣，好，就只有今天了，折扣再折扣，就这样。而且呢今天七分袖上衣卖390块，还要再999折99元，我跟你讲真是大亏本，390块的速梯，难怪耶，我现在看到这个价格难怪大家都包色，我刚才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要各一买，是很便宜吗？好，没错，就是很便宜，390块，而且呢这390块是长袖，我跟大家讲你们很常在买东西或是买官网的东西，买线上购物或者是实体店面购物，390元东西我保证你买不到这个棉料，好，你相信我，相信剧院的话你各一带回家，今天有现货哦，而且有999折99块的活动，169折19块，我跟你说这个390太便宜了，
好，真的是太便宜了，因为它的弹性质感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好，我身上的牛仔裤 M 号会都有追加，但不开放预购，所以呢有现货的时候再通知大家来买咯。好，然后长度我也非常喜欢。好，总而言之，白色就是非常的好搭，不论你是要搭全牛仔的，来我搭一下全牛仔的给大家看。好，我们昨天也卖得非常好的什么这个超美的超级美的渐层外套。好，这一件呢现货不多了，所以你今天昨天还在犹豫的赶快买，现在呢也剩没几件了。好，接下来要等追加，追加至少20天哦，20天牛仔外套非常非常非常久。好，你这种速梯啊，我跟你讲，今天你就是割一包回家，因为接下来很多衣服搭配甚至洋装都要搭这种薄梯在里面，好东西就先买起来了，况且是它现在就可以穿了。好，那这件牛仔外套我昨天也介绍过了，它是一个就是有深浅交错的一个牛仔外套，你去看一下知名品牌，很多人都这么做，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深就深，浅就浅。好，所以呢这个牛仔外套它是 oversize 宽版的，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呢真的很好看，这个就是我最近的热爱款。好，所以呢白 T 我就先介绍到这边咯，好不好？好，再来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白 T 啊，你还可以搭什么，你还可以搭我们昨天上架的这种裙裙，我觉得这就是上班族女孩最喜欢的，等一下再穿给大家看哦。好，白 T 我先来脱掉了。好，接下来呢我还有一个颜色要介绍给大家，除了白 T 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非常正宗的奶茶色，非常正宗的奶茶色。好，这个奶茶色大家一定要买，穿下去又白又显瘦，然后又好搭配。其实我也没有马来西亚，可以啊，马来西亚可以在我们的马来西亚官网订购，你就直接从马来西亚出货就好了，好不好？好，来，这个颜色就是很标准的奶茶，真的是超级标准奶茶，很漂亮的奶茶，一穿上去我的脸跟脖子依然是白的，因为有些奶茶它太偏杏色了，茶放太多了，它就会变得暗暗黑黑的。那这个奶茶色我觉得不论你是要搭黑色的外套啊，还是要绑起来，我觉得都很好看，全长放下是这样，然后呢来身形，我跟你讲390块这个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买，你告诉我它的质感，经过我的嘴巴跟我的穿搭告诉大家，它真的是非常舒服，宽松型，然后宽松型又带有点小腰身，不会说整件像睡衣这样宽宽的，然后呢料子也确实是你们直播看得到的，就是这样子很舒适软料的。好，那我自己啊，因为穿牛仔裤我都很习惯绑起来，我觉得它的身材比例会好很多，好，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接下来如果你想搭一些薄长衬衫啊，或是我们卖得很好的这个小连帽的外套，我觉得就超美的，这个好，这个我们公司啊真的是卖掉翻掉了，每一个订单人手一件，如果你今天想要在这个购物节一起买也可以，连帽吸水软料的一个小外套。好，现在的转换季节最适合这样穿了，它的料子也是超级柔软，包准柔软，不闷热。好，很热你也可以把它退掉。好，真的是很好穿。有皮外套吗？现在穿皮外套我觉得太热了，大家应该穿不住啦，所以我们人家没有卖皮外套。好，来这样子啊，这个外套非常非常好看，你看这样简单搭配就很厉害了。那外套如果你们有兴趣喜欢的粉丝，它还有一个白色，我跟你讲两色很难选，你等一下自己慢慢选，反正在今天之前选完就对了，因为今天有九九购物节就等于便宜再便宜了。好，它就是外车线，然后它就这么软，你看呢、啊，就这么软，所以呢不用害怕它，它比牛仔外套薄很多很多，好不好？这个新品真让人疯了。好，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新品很简单有力又好穿搭，那又搭配了便宜又便宜，今天是我们剧院的甜甜价，大家先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好，甜甜价之外又有九九购物节，我觉得这种 double 节日我都很怕，对，真的感觉就是你们买越多我们就是感觉很可怕就对了。好，来，它是非常软料的，所以呢再来，如果你自己是买白色的话，你说你想要换黑色换白色搭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很多人这个外套包色，因为这个外套超便宜，然后又好穿又薄，好，而且季节性都可以穿的，好，超级美的，对不对？好，然后呢它的夹口都是做比较宽松的，所以你看我现在即便是穿七分袖或是比较宽的领子也不会这样卡卡小小觉得不舒服，所以呢这一件外套很
很多人包色，不论你是买到白色、黑色，反正都很实穿就对了，就都很实穿。好，所以呢，今天这个速梯我真的不敢再讲价格了，天天价已经够便宜了，今天又有折扣码的活动哦，999输入折扣码可以现折99块，马币169输入折扣码可以现折19块。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不用再呼吁了，因为我刚刚才发现说，哦天哪，这个速梯这么便宜哦。好，然后呢，反正它的材质、凉感跟版型是我给它101分的，所以有经过 New World 这样子的品质认证跟保证，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很安心的购买咯，好不好？那 New World 要再继续来换装咯。好，刚刚呢，我现在再来换的就是我们的 MIT 短裤。好， MIT 短裤我觉得超级厉害的。好， MIT 短裤我先来穿灰色好了，因为呢我觉得灰色它比较好清楚介绍。好，然后呢等一下再来穿其他的颜色给大家看。好，再来呢，现在呢要来跟大家说的这件 MIT 短裤我自己可是包色呢，我跟大家说你们一定会很喜欢这件，好，绝对很喜欢，因为呢我当初在设计它的时候就对它非常的信心满满。好，就是觉得说，这个粉丝们一定90%的粉丝一定会喜欢。好，来了，我现在上身搭配的是我也是我们的新品，就是有锁链的那个背心款式。好，你们等一下可以有喜欢的话，它有两个颜色自己去看。好，我要来讲我上身的，我上身的这一件啊，来有个绑带，它是一个 MIT 独家的一个裤裙，前面是一片裙，里面是裤子，后面长度非常刚好，又帮你做点花苞，然后呢弹性好到不行，肚子很大的肉肉的粉丝、瘦瘦的粉丝都可以。再来呢，这个要干嘛呢？当然是要绑个可爱的蝴蝶结啊。好，在一个那么素面的裤裙当中呢，我当然要给它一个小蝴蝶结以表示可爱嘛。好，所以呢这件裤裙啊，有没有发现 New World 的腿瞬间又很长了起来。好，它就是呢软料的，非常非常软的 MIT 新款面料，然后弹到不行，看到了吗？然后它的螺纹线条是蛮清楚的，整件松紧，然后做上花苞。那我现在搭配的就是这个卖得很好的蓝色，我身上是深蓝色，然后有锁链，那这个锁链呢就是可以把它拆掉，看到甜甜价又有折扣，衣服美又想不用想太多，我觉得是剧院的老粉都知道，剧院不太可能做双重折扣，很可怕，已经是甜甜价了、欸、如果是做礼拜二或礼拜四就算了，今天是礼拜三，已经甜甜价又要999折99块，我真的觉得很崩溃、欸、好，所以呢大家有喜欢就自己赶快去买了。那这一件呢、啊、我也还蛮推荐大家各一包色，因为它可以穿休闲，很休闲运动的感觉，也可以穿我现在这样子。好，然后我稍微换一下上衣，这上衣啊你如果喜欢宽松型，你也可以把它放出来，像我平常带小朋友我可能就会放出来，不一定扎进去。好，然后我稍微换一件给大家看。好，等等我咯。好，然后我再换一件，就是也是 T 类的给大家看。好，随便找一件，比如说是我们的黑 T 好了。好，来这绿色的好了，秋冬色，来找个绿色的。好，整件呢我跟你讲哦，穿下去身材非常的姣好，灰色我大推，因为呢完全没有内着的问题，长度的问题，就是你看到的这么显瘦，这么好穿。那上身呢，你要搭配背心，你要搭配我现在的这种 T 恤都很 OK， 短版 T 我觉得很棒，刚好就是衔接一个腰部的一个线条，我觉得超美的，这样子我觉得超级超级漂亮的。好，所以它就是很简单。然后呢，如果你家自家有牛仔外套的粉丝，来跟大家讲一下，你可以自己搭配牛仔外套。好，这个牛仔衬衫外也是近期妞儿非常喜欢的。好，灰色这样搭配，它就是比较有微秋天的感觉，但是每一件都是现在35度你穿得下去的。好，裤子啊一样，全部都有现货，这个我自己就是两色都买，因为呢我即便是我要穿高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休闲的感觉，我觉得都超简单超简单。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一片裙，然后它是那个是裤子，然后超级超级弹。好，这个不买你会后悔，裤子没有做口袋，因为做了花苞，然后因为它是棉料，就没有再帮它切口袋进去了，怕担心大家旁边会比较蓬的感觉，所以呢它没有口袋。然后我只能说这一片很加分，然后它你看有没有看到它是凉感的，
好，凉感的布料是我们 MIT 新款超弹的布料，所以这个呢，大家知道要怎么买了吗？好，再来呢，我可以再穿一个不一样的风格给大家看。好，就是呢，我搭配我们的背心好了。好，搭配背心，还有今天上架的那个外套。背心的部分呢，好，我穿一个这个。来，这也是我们 MIT 有五色的罩杯背心，你有买的话，你也可以拿来当成是背心穿搭。五色，知道是哪一款吗？五色有罩杯，然后罩杯是一体成型的那一件。好，我们也是卖得非常非常好。那因为它有罩杯，所以呢，怎样？我看起来就是身材有没有变更好？来，这样 up up。好，我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它颜色总共有五个颜色，卖得最好的颜色是什么色呢？就是当然是黑色、白色，然后呢，再来是这个淡淡的粉，很多女生喜欢淡淡的粉。自带罩杯，一体成型罩杯，然后 MIT 布料，这样整套穿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凉爽跟舒适。那我要干嘛呢？我是要加什么呢？我要加今天我刚刚跟你说一定要买的背心，这个裤裙一定要包色。好，来来来，牛仔外套穿前面的穿法是什么意思？好，来这样子，这三个颜色超级协调的，所以呢，你要搭黑裤、灰裤，我觉得都很刚好。所以刚刚你看这个拿来搭短裤，我觉得也很可爱、利落。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背心多了，这个背心就多了一个色彩，多了一个穿搭的感觉，多了一个穿搭感觉，我觉得超好看的。有没有超级超级美的？好，裤子呢，光灰色就让人很心动了，对不对？我们接下来要穿黑色。好，我觉得灰色很值得购买，因为灰色光灰色都可以那么瘦了。然后这个蝴蝶结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绑这个可爱的小蝴蝶结，它是造型用的，然后长度很刚好，长度很棒。好来，就这样。好，再来呢，就要来介绍黑色咯。好，黑色的部分呢，真的是不用说了，黑色一定瘦。然后灰色已经很多人包色，那它是有现货的，如果你想要包色，今天就可以拿到的话，你可能自己动作要快一点点咯，动作要快一点点。好，然后黑色的话，我再穿回刚刚的那个 T 恤给大家看。好，大家的 T 恤给大家看。好，这个 T 啊，就是我刚前面有介绍有白色跟正宗奶茶色的这一件。好，奶茶色、黑白色，我只能说这次这两色我觉得真的很棒。你要搭白 T 也可以，搭黑色裤子我就想要搭一些就是有缤纷颜色奶茶色调，我觉得会更有质感。好，刚刚如果你有买这件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把它搭进去了。好，他们一套非常的好看，来。这样好，然后呢，身材比例非常的好，所以我刚刚一系列搭了就是细肩带 T 恤或者是比较宽松的背心都搭了，我觉得这样超美。然后它一样就是 SML 菜龙，非常轻松可以驾驭，而且它是棉料的，我把料子拿给大家看一下。好，它的料子是我们 MIT 独家的螺纹面料，非常的舒服。好，非常非常的舒服，这样，然后超级弹，然后旁边有一个小造型，然后整件我只能说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像我这样休闲啊、运动啊，穿都非常刚好。那我觉得它是因为有花苞，所以看起来腿很直很长，侧身我觉得也很漂亮。好，然后或者是你平常本身也有买我们剧院家的连帽牛仔外套，我觉得这整套穿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哎。好，我觉得这整套穿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年轻。好，这个外套啊，在我们公司目前就是破千销售，人手订单一件的连帽牛仔外套，如果你还没有买，你也可以趁99购物节的时候买。好，那裤子就是今天非买不可，不要忘了天天价又有99购物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妞儿来说我觉得是很可怕的。好，那我再来搭配一下不一样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好，大家等等我啊。好，再来呢，我的绿色小背心。好，我来搭一下我们昨天上架的绿色小背心的感觉给大家看，穿了绿色会是什么样子呢？好，那绿色我觉得搭配黑色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 look。 有时候不，这只手机怎么了？来，温度过高，大家请小帮手来一下了。好，
来，这个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们的绿色搭配黑色，我觉得也很好看。好，我就很爱这件绿色背心。好，来这样，超美的。然后其实啊，我觉得它可以搭很多缤纷颜色不同的东西，我觉得都非常的可爱。然后酷酷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显腿长。好，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或者是你比较大胆尝试的，像我这样，我就是会黑色加绿色加今天的外套。来，你意想不到这外套可以有这么多的穿搭方法。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今天这件背心不买，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买不行，所以呢，超级超级好看的，好，有没有超美的、哦？然后旁边抽须，我觉得卡哇伊到爆炸，好，是不是都包回家了？我来讲一下哦，今天的活动是99购物节，台湾消费金额满990元可以现折99块，好，大码消费169可以现折19块哦，非常非常的划算。然后秋装新品都有开出9折专区，那是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喽，是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那等一下，你有买东西的人，记得200909的订单是已付款刷卡订单贴回来，我们会另外再送5名的199折扣码跟2名39元折扣码哦。好，裤子是不是超级超级好看的？好，裤子是超级美的，它是完全就是高弹，然后你看我随便拉就这么弹。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螺纹的面料。好，来，超级美的哟，等等。真的螺纹的很可爱，对不对？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价格，再加上今天的购物节，你看这样搭也可以。来，绿色背心就非常非常的好用。你看，你喜欢灰还是黑呢？我觉得这一次的灰也蛮强大的，因为灰穿起来也非常非常的纤细跟显瘦，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这样配色是一个很活泼俏皮、时尚利落女生的一个穿搭颜色。好，就这样咯，记得咯，记得咯。好，反正呢，它就是可以搭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好，接下来呢，裤子超好看，对不对？然后今天的东西也非常多，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卖。然后呢，妞儿就要再继续咯。好，接下来呢，我要穿搭的这件洋装，我相信应该是大家会非常非常喜欢的洋装。它是走一个全雪纺的一个布料，然后呢，肩带可以调整。好，肩带可以调整。好，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再稍微看一下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哦。好，那再来的部分，这件洋装啊，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它呢，就是真的超级舒服，然后呢，它就是有这种小纹路。好，这一次啊，我们蓝色是做牛仔蓝。好，谢谢，很难选哦，哪个颜色好看？我们来投票。好，我们来投票。刚刚呢，你觉得黑色比较好看，还是灰色比较好看？我们来投票一下。你觉得灰色的，来，我们来投票，让我知道一下。很多人包色了，那一定会很多人只想选一色，那也没有关系，一色还是两色，还是你要选哪一色，黑还是灰，来先让我知道一下。好，大家喜欢什么颜色？超美的啊，而且呢，我觉得实在太便宜了。我跟你说，390块的下身，400多块的下身，真的都很便宜。而且呢，便宜归便宜，我觉得你要买到 CP 值很高，然后是你自己会很喜欢，真的会一直穿、一直穿的裤子，我觉得比较有用，比较有用。嘿、hey!。你们呢喜欢什么颜色？我已经看到有粉丝在贴订单了。黑黑黑黑黑当然容易配啊，然后灰，但是我觉得灰如果在一些穿搭的话，我觉得很棒。好，那我要继续咯，大家可以赶快赶快。好，那记得要按赞留言分享，然后折扣码的活动等一下记得去输入，是最后一天了。好，然后再来我要讲的这件洋装超级凉，凉到一个不行。我先跟大家说，它上面是做这种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呢它有弹性，这件有弹性，所以从 SL 穿 L 都可以穿。所以呢，而且它完全贴，没办法贴在你身上。我先告诉你，完全贴不到身上。而且这块料子，你看它还会回弹，看到了吗？你们认真看。然后它牛仔色很漂亮，它就是牛蓝色。然后下摆呢也都是做有一些微压纹的，整件呢非常的漂亮。那它也是做一个小 V 领的概念。那这边的肩带是可以做调整的，这边的肩带是可以做调整的。然后呢，我觉得你可以自己调高或是调低。胸围的部分真的是 S M L XL 都可以穿。这件洋装啊，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因为它的布料，因为它的弹性，因为它的垂坠度，每个人穿下去就会变很直。
很瘦，有吗？你看好。而且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的好处是不需要细腰封就可以很瘦，如果细了腰封就会超瘦。好，你家里如果自己有绳子、有腰封、有腰封，各式各样的东西你都可以自己拿出来，或者是你没有腰封、没有这些东西，我等一下也可以教你，我也可以教你好怎么用。好，我等一下当牛仔外套给你看。但是我觉得这个蓝黑色要当牛仔外套比较好看。你看，如果你家里有这种皮带，曾经你有买过，或是你家有，或者是反正你有什么腰封皮带搭起来，我觉得就更好看了。好，那如果没有皮带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本身它就很纤细，你看我把皮带拿掉，它也不会变得很胖。那如果你们想要俏皮可爱一点的，当然你们呢买了这个反车的白色外套完全可以搭，或者是我等一下来搭衬衫给大家看。好，这一件呢、啊、如果你是穿小白鞋搭这种反车连帽外套，我觉得超级可爱的。就是出门你看哦，不论你是拍照或是要去吃饭逛街，显眼度十足，颜色又显白又好看。今天呢甜甜价，这价钱我没看错吧？我觉得今天这价钱疯了，怎么会这么便宜？我没看错吧？好，反而今天反正也就走今天嘛，一天啊，这价格我也不讲了，因为这讲出来真的会蜂拥而上。你们自己看价钱，有便宜，这个洋装够便宜，又来个999折99。好，反而就是非常好看，所以这是比较休闲的 look 的感觉。然后呢，来来来，今天你有买这个啊？蓝跟黑都可以搭，你意想不到。好，这件洋装我们可以超度假，也可以超休闲。你看，简简单单就这样子出门，有型简单，然后又可以围遮手臂，然后拍照又好看。再来呢，我穿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好了，我换平底的拖鞋，然后搭配衬衫给大家看。好，衬衫的话呢，我选的是我们昨天也是卖光光，卖得非常好的有领子的衬衫肩外套。好，有领子的，还记得这件吗？我好喜欢这个黑。好，有领子的衬衫上衣兼外套，我现在打开当然就是把它当成是罩衫，大家看清楚哦，它有领子哦，它穿起来超级美丽。好，超级超级美丽的。好，拉一下弹性哦，弹性超弹。哎，我跟你讲哦，我等一下要讲一件事情，我突然想到，等一下我跟你讲。好，外套打开拉弹性，好，帮我记得这三个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一定要讲这件事情。突然想到，早安哦。好，这个扣起来它就可以变上衣哦。然后呢，像我自己不喜欢那么典雅，所以呢，你看它扣起来，因为它后面有缩腰，所以你可以把它推上去一点，感觉像短版上衣，是一个 set， 它也是一个穿搭。那这个东西啊，有几个颜色呢？三个颜色都卖得超好的，白色、奶茶色跟黑色，你自己挑。你看我现在这样应该是你们会喜欢的 look， 因为很多人不露手臂的哦，很多人不露手臂的。好，所以这个也是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好，所以呢，这个想知道是谁？这个就是我介绍，一点都不夸张，它就像专柜那种天丝的那种那个床单的料子，就这么舒服，所以穿在身上你会非常非常的舒服。好，来继续。好，讲到拉弹性，我想要一件事情，就是可以拉到很大，但是呢，我在讯息当中看到好几位粉丝反映这件小事情，就说我常常把衣服拉这样很难看，所以我现在到底是该拉还是不该拉呢？其实呢，我以前会这么常拉，是因为我希望我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就因为我们也是有很多小孕妈咪喜欢我们的衣服，所以我有时候会这样拉，其实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它可以到什么 range。但是呢，我真的看到有几个讯息，其实我那时候就是蛮尴尬的，我不知道到底我接下来是要拉还是不要拉。但我的宗旨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说衣服的范围到哪边，然后小孕妈咪也可以穿，是就这样而已。所以现在你们叫我拉衣服，其实我有点怕，因为很多粉丝他还截图，他就会说这样很难看什么的，但是就你们懂得。好，妞儿的用心好不好？就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也没有到很瘦哦，我也有47-48公斤了，我只是上身的肉比较少一点点而已。好，再来呢，这就是我刚刚想要讲的，其实这个想讲很久了。所以你们有没有最近看到我拉衣服其实没有拉很夸张，因为我以前都会拉很夸张，但是自从
从我看到那讯息，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难过，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拉。好，就是你懂吗？好，就希望你们能明了。好，再来呢，我教大家一个秋装洋装的穿法，就是呢，刚刚我们不是有卖这种速梯吗？你不一定要买剧院的。你要买你自家的也可以，拉自家也可以，你可以这样搭。你看今天这个速梯只要300多块，超级便宜的，好，超级便宜的。这个人是谁啊？超级便宜的，然后呢，你可以这样搭，是不是很好看？这样一套买下来不用1000块，我觉得超级便宜的耶。喜欢拉开，谢谢你们的支持，因为我真的看到蛮多讯息是这样，而且被截到一个我很丑，我是不 care 啦，因为我就是要拉给大家看啊，是不是？好，谢谢你们，谢谢。我只是我刚刚想到，这也不是最近发生的，好像有一阵子了。好，然后再来，你看我这样穿超美的耶。然后呢 ，T 就是我刚刚介绍，今天超级便宜 T， 所以为什么多人那么多人包色？所以呢，我喜哦，等一下我最后还要再讲一件事。昨天看一个可爱粉丝的建议，很可爱，很可爱。我等一下也要讲一下。好，来，就是这都是弹性，所以这样整套很好看。那一定会有人问说，那可不可以加在里面？也可以哦。就是如果因为还是有些人。屁股大能驾驭吗？我跟你讲，这件是真的可以。在我还没有拉的时候，其实我不要拉那么夸张，在我还没有这样轻轻拉，它就可以这么宽松。所以其实它的那个range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件大家不必担心哎，我觉得它很舒服，非常非常的舒服。好，那我把那个 T 恤加在里面给大家看，因为呢，我知道很多粉丝他不露手臂嘛，对不对？好，那你们就接下来的转换机，或者是你家里面自己有就是短 T 啊、薄 T 啊，你都可以像我这样加在里面。好，我觉得这特别特别的好用，所以我刚刚讲这一件背心，这一件 T 恤多少钱？我觉得真的很便宜，然后它有英文字，可以内穿外穿，任何怎么穿搭，或是系腰带加外套，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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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超便宜的。好，拉吧，谢谢大家。好啦好啦好啦，我的小玻璃心啊，我也是有玻璃心的时候啊。我也是有小玻璃心的时候，好，没事没事，我 OK OK， 我就尽情的拉着，好啦，因为我怕你们会不喜欢看啊。好，那反正他这件 T 恤就是我刚刚有穿奶茶色的这一件。好，反正那么多的穿搭，我主要诉求就是这件裙子超级凉的，而且这蓝色很漂亮哦。等一下呢，接下来呢，妞儿要穿一下就是黑色的 look。好，那个颜色好看，我觉得超崩溃的，因为呢，我接下来要穿的是黑色，黑色啊，因为它中间带有一些抓皱的一些设计，所以呢，我觉得穿起来黑色也很典雅好看呢。那如果以显瘦程度来说，我觉得这一件的布料就是真的是很纤细，所以我觉得蓝跟黑没有差太远呢。好，我拿给大家看一下，黑色来咯。黑色也很好看，对不对？而且我们家的黑色非常的黑，穿出来就有一种小迷人的感觉，小迷人的感觉。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蓝色，都很好看。我猜喜欢蓝色，我很喜欢蓝色，喜欢黑色就是我要买黑色。好，所以有两个颜色。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布料纹路是这样，好，是这样子的，然后下摆是这样子的，上面有这种抓皱的设计，好，有抓皱的设计。我怎么拉都没，谢谢。然后它没有什么就是内着的限制，所以我觉得也很方便，很方便大家。那黑色我觉得也很美耶，不论你是搭腰带还是什么的。那搭腰带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家里有腰封皮带或是大 T 束 T 都可以。你看有人就先说哎，蓝色好看，因为黑色我觉得它没有普通哦，因为呢它有压折。其实黑色食品是很漂亮的，但是因为直播其实蛮可惜的，有时候衣服可能没有到这么清楚。但是你看这样缩起腰带来也是不得了的，也是不得了。我决定我今天要穿这样上班了，好美哦，又凉。好，就是我觉得它的长度也很棒。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妞儿是160公分，47公斤。好，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range真的很大，真的很大。好，对不起，然后再拉一下。好，真的空间很大，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家穿起来都会很纤细，然后它的肩带是铁扣，所以洗涤的时候也比较不会破裂。再来就是我最爱的 look 了啦，来了来了，终于有机会让我
穿了，因为我就是想这样搭很久了，我就是想要这样搭一套很久了，朝思暮想，今天终于让我搭到了。好，我换一双鞋，小白鞋，再搭配今天上架的这背心，你看好不好看？超好看毙了！又，我跟大家讲哦，这件洋装我穿上去超快乐的，因为很凉。好，因为很凉，不然这满头大汗真的是很崩溃，超美的，有没有？所以你今天有买的东西，你全部都可以交错。我47公斤。我47公斤，但是有时候吃多就48，然后最近肠胃不好就47。我最近也没有再瘦了，是因为黑了，可能看起来瘦瘦的。好，所以呢，最近晒太黑。然后你看这样超美的，很难选，那么多，还崩溃了，对不对？好，那我还要再让你们再崩溃一次，就是呢，如果接下来真的稍微早晚凉意的时候呢，哎，说真的，晚上我下班7、8点回家的时候穿这样走在路上会凉耶。不会冷，但会凉，好不好？凉很容易让人感冒，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加很多我们卖场上的连帽小针织外套，对吧？好，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加像我这七分袖 T， 好崩溃，对不起。好了，噔噔，这样超瘦。你当然你有买白色，你要绑白色、黑白色也可以。你看，你看我的腰。小蛮腰欸，怎么突然变那么瘦？好，超好看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家里有 T， 然后有一些小外套、小背心、小衬衫，好，那个小帮手就有像牛仔衬衫，我们牛仔衬衫很常出动的，这样也是一个 look 哦。所以呢，你自己看你自己的天气。那我现在身上这件，你看一下这弹性。好，我不是故意要把自己搞弄丑，但是我真的是很想要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说，就是弹性到底可以到多大，因为毕竟直播嘛，我觉得大家都不想要退换或那么麻烦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会很真实的表达这件衣服，好不好？所以呢，有时候有点过丑，请大家多包涵喽。好，来，再来呢，这个我们棉花糖衬衫超级常出现，而且怎么冰冰的，它去吹冷气了，非常的舒服哦，短袖的。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拿这一件，是因为每个粉丝都有。那如果你们今天刚好买洋装的话，我觉得你看哦，它不用绑就很好看了，不一定要绑，你就这样给它自然垂自然放就好。那外罩衫你原则上看你每天的天气，每天不一样，有时候下雨，有时候比较凉，然后或者是我就很爱做这种事情，就是把它绑高，因为我就觉得这样很瘦，很腿很长，然后很搭，然后拍照又好看。好了，是不是超美的呀？好，所以呢，今天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很值得添购，我觉得有点崩溃。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眼蓝色的，然后搭蓝色全蓝的 look 当然也是没问题的，这样。全蓝的 look， 我觉得这蓝色很漂亮，因为它的蓝色是牛仔蓝，它的蓝色牛仔蓝，所以你看我放在肌肤上是很白的，很白很白的，有没有？超美的，它是牛仔蓝，而且这整件的弹性啊，真的是端到不行。好，它的布料全部都是这样端的，然后真的是凉感路线。然后我来搭一下那个白色的那个连帽外。我还是觉得搭今天的那个背心超美的，哎，然后昨天的外套我也搭一下给大家看。我跟你讲，这裙子有无敌，我们家的外套全部都可以搭，每个随便搭上去都好，主要条件就是洋装条件很好。好，就在这儿，洋装条件很好，所以你看我随便拿一件，随便拿什么都好看。好，然后我要拿这一件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昨天疯狂抢购，真的是完全一件现货都没有的绿色小风衣。超好看的，这样，那你要当外套的时候，就把这个蝴蝶结绑在后面，这样，超美的。然后你今天如果想当小风衣的话，我跟你说，就是很美，这样，超好看啊。那你如果想要再整齐一点，就自己扣起来再绑。这个啊，我觉得是很韩风女生会喜欢的，就是长裙配长的。你看，这是你们喜欢的 look 吗？很多女生，我们家衣服有很多种版型，但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种，所以每日妞儿就这样搭那样搭，这样搭那样搭。好，我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有折扣码的活动，来，我们只要输入剧院99就可以，990元折99块。
好，有些人说还好吧。我跟大家说，你们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今天是甜甜价的日子。比如说衣服是490，今天就卖390。好，已经让大家便宜100块，又999，又再便宜99，又再便宜100块。这不是天天过年哦，天天有哦，这是99购物节才有的，99才来一次的哦。好，所以呢，台币金额满999，输入剧院99可以现得99块。大码169可以输入99折19块，好，还有台码都有9折专区，只剩最后一天，明天就关掉了，就没有了，好不好？好，超级喜欢不用烫阳，跟我一样，没时间烫。对，所以呢，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看的 look， 希望大家可以学起来。那这个啊，在官网上都有资讯，或者你现在截图现在要买也可以。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你现在啊有买东西把订单编号贴回来，200909开头的，我们等一下呢在直播之前会带着大家到电脑前面去抽奖，我要抽出5199的折扣码送给你们，199等同于现金哦，所以呢你之后购物是可以抵用到199的这个金额。那海外的部分抽2名马币39，我已经看到非常多的海外粉丝在贴订单，九九购物节今天最后一天，所以呢，你现在买是已付款已刷卡订单，把订单编号贴回来，我们这边都会就是等一下就会进行抽奖的活动。我觉得今天超级好买，但再怎么样搭，我老实说，我真心很喜欢今天这一件，虽然你没看它一直出现，我真的大力推荐它。好爱好爱，我觉得呢很好看。然后等一下妞儿也去换一下短裤的搭西部靴的 look 给大家看，洋装要升退咯，大家呢不要想念它咯，好不好？因为呢真的非常好看。那我还是要再告诉大家好消息，台湾官网这一件牛仔短裤目前都有现货，然后呢这件我真的每天直播都一定会有它。好，我只要穿出来大家都说超瘦的，好，超瘦超好看的哦。那我身上的背心就是昨天试色那一款的试色背心的黑色，就是这件牛仔短裤，瘦吧，怎么穿怎么瘦，怎么穿腿怎么白。好，现在都有现货，我觉得现货是最难的一件事，再来就是又刚好有99折扣码这件事情，所以呢你不买可惜，这么谈这么谈。如果你是新粉丝的话，你一定要去买哦。好，可以看一下之前的黑长版罩衫，哪一件黑，我们黑色好多耶。好，那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讲，好不好？好，来，我要搭另外一个 look， 刚刚答应大家的就是这个 look， 然后我们的西部靴，大家我知道大家很想要，但我现在还在准备中啦，然后先曝光让大家看一下，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就是记得哦，记得要到时候要把钱留给剧院哦。好，这样超好看的。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啊就是一个超级简单的 look， 超级简单。这个裤子啊，我几乎每场直播的短裤都是它，所以呢你拥有一件400-500块的裤子，你可以穿一季甚至两季。好，而且是超弹，然后大口袋经典，有 SML size 喽，非常标准，不要偷偷买当是买箱，你绝对后悔爆炸，买你自己尺寸就好，它就是这么弹，所以很舒服，然后长度你也不用特别去拉干嘛的，它就是很刚好的一个长度。好，所以呢就是它也不是那种辣妹短裤，它就是很刚好的长度。好，赶快把订单编号贴回来，我觉得这样好好看哦。我知道大家都在等这个靴子啊，会帮大家上架，大家别紧张，好不好？大家别紧张，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好，然后也积极的在准备了，很非常好走，而且呢，以腿型来说，我一定会挑一款比较不挑大家腿型的，因为很多人说，哎，这种靴子卡在中间啊，有一些人小腿比较茁壮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嫌腿短。我到时候会教你一些小配布，好不好？所以呢，你们只要自己把钱存好，到时候呢可以来买，好不好？可以来买。但是在上西部靴之前呢，会有新款的小白鞋，哦，好兴奋哦！新款的小白鞋，因为呢小白鞋很实穿，然后很多人就一样都一直买，真的很多，像我就是，我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双的小白鞋了。好，那接下来也会有秋冬款的小白鞋，非常的厉害咯。好，那大家今天呢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或者是穿搭上的问题？我觉得这样超级美的，我超级喜欢这一件的。好，那今天的 MID 裤子也不要忘了，然后这一件呢就是我本人超级大推的 T 七分袖 T， 大家不要觉得热啦，因为呢我觉得它比那个冰凉针织再薄，冰凉针织再薄，这一件有没有？
很薄很薄。然后呢，我看到很多人包色，因为今天怎样便宜加上便宜。哎，来，我刚好拿在一起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卡其色、奶茶色，你们看出来了吗？两个色度是不一样的。每次这样飘来飘去，都说叫奶茶色、卡其色、杏色，但是呢，都没有很认真的在学颜色这件事。卡其色、奶茶色，有没有发现奶茶带有一点点红润的颜色？所以呢，穿在身上就是暖暖的感觉，感觉就是女生暖暖的感觉。然后这个就是比较利落的卡其色，比较休闲美式风的感觉。好。搭鞋梯，鞋梯可以啊，只是说你在活动的时候可能就是鞋领自己小心一点就可以了，鞋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一件我就大推，真的很多人两件包，然后它就是你们看到这样薄薄的，然后它就是也是凉感的，然后透气的超级弹，两个颜色。我觉得这件东西真的好选，简单，因为几乎全部都要包回家，而且你就算全部包回家也没多少钱，因为它就是你可以赶快把这些好东西买回家，因为今天有那个就是折扣嘛。小白鞋最大到40，对，没错。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那种私讯息的部分，因为呢有时候会私讯讯息，我看不到大家的讯息。然后订单编号赶快贴回来，然后如果还有想要再看什么穿搭的话，可以再跟妞儿说。好，然后订单编号，因为折扣码在这边，GN99超好用哦，最后一天哦，然后输入999，金额999，输入GN99可以折99。然后码B169输入GN99可以折19块，然后秋装新品都有9折专区，然后你现在有购物是以刷卡以付款订单，我看到很多人在贴了，赶快把它贴上来，因为我们等一下带着大家到电脑前面抽奖，抽什么？5名的199折扣码，折扣码等同于199的现金哦，之后你购物可以抵掉这个金额，大码的部分是39元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动作快，等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得主。那我觉得折扣码很好用，是因为就是。反正你都要买啊，你未来可以折200块，将近是8折哎、欸。如果你是买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将近是8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哎、欸。好呀，是不是？这个一定要用哦，一定要用。然后呢，909的订单赶快贴回来。好，如果你是已付款已刷卡订单，你想再多抽一个，就是5名。哎，不要觉得不是你耶，昨天我们抽到的就是你，好吧？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棒。好，背心有口袋啊，有，这款背心有口袋是可以装东西的。这种啊，拍照一定要有来个口袋吧，没有口袋就不好看。然后它是比较休闲风，所以大家其实不要跟之前类似的去比较，因为我讲过剧院啊，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品项跟很多很多的衣服，但是每一件的颜色、版型、布料都不一样，所以虽然我每天在上新品，但是绝对不会让大家衣橱里面都有很像的东西。裤子介绍了，然后如果你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裤子吗？我身上穿的裤子最难抢的就是我现在拿的这两个颜色，一个是黑的，一个是蓝的。好，我换一下黑的哈。好，我跟大家讲，蓝色看够吗？蓝色就是深蓝色，而且非常显腿瘦，然后非常棒的颜色。然后黑色是今年秋冬的新色，最难抢的颜色，因为呢，黑色是所有里面最瘦的。那这反正我这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热卖，深蓝色啊。很抢，是因为深蓝色它制作时间比黑色再久一些些，所以呢，大家呢就很抢。好，我现在要穿黑色给大家看。好，黑色就是瘦啊，就只有一个字叫瘦，也没什么好说的。来，黑色就瘦到不行，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好，然后都是弹的啦，你看得到不了都，反正这一件我真的是不怕大家就是买回去不喜欢，因为真的很好扎很弹，然后有线缝，裤子推推推，有买裤子的赶快帮我们剧院推一下，然后你喜欢这种比较率性全黑的，就整个人会很瘦，然后裤长很棒，也不会露屁股蛋，也不用特别一直拉，然后裤脚也不是很紧的那一种。好。
好，直播幸运儿是我，记得一定要打上。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的按赞、留言、分享数，请大家赶快加油一点好吗？好，大家加油一点，然后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海外部分啊，记得赶快再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咯。裤子超推，对不对？好，来，订单密码赶快贴回来，因为等一下就没有机会了。裤子是真的不买，然后没了，反正它会都会有个两三天现货，因为我们现货其实准备很大量给大家。那在两三天之内，基本上你们赶快买都来得及。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可能想再等等吧，但是就是你的那个等等，可能就订一个月就比较久。好，鞋子目前还没有上架，之后会上架。外套不需要整套，它是那个有点像休闲布的那种材质，所以它不太需要整套。好，然后如果你现阶段呢、没有靴子的话，其实我们穿小白鞋也 OK。给大家看一些，然后你们要特别看一下今天的商品价格啊。我觉得真的有便宜到一个夸张，所以呢，大家自己去买，好吧？好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吗？然后我要再穿一下这个我很喜欢的洋装，很凉耶。好，然后呢，大家赶快哦，因为我们等一下在直播关播之前会抽出幸运儿。所以呢，邀请大家动作快一点咯。好，来，还有问题吗？好，我看到海外很多粉丝在贴订单了。好，大家动作快了。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抽奖了哦！如果你有，彩玲，你有买到五折喇叭裤，超好穿。其实我们五折里面都蛮佛心来着。然后，有时候你也可以稍微去逛逛，有些人取消订单，或许你买得到些什么。所以呢，就是你要下单之前，都可以去我们的专区稍微晃晃、逛逛看看。有时候可能就会有些东西是你要的。那个你想看两川格纹那个啊，我们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直播影片好不好，那个我的那个商品页面上面有影片都很清楚的介绍哦，可以请小帮手再发连结给你。好，然后我们等一下要抽奖了，还有没有人还在下单的？然后呢，折扣码今天是最后一天咯，无论你要买什么，包括耳环什么东西，通通都可以使用。然后现在啊，在线的粉丝，如果你还没有分享的人，赶快分享。好，想看韩制白色上衣，好，来，韩制白色上衣，好，这白色上衣呢，我就直接套下去咯，因为它也是一种穿搭。我刚刚也有教大家，如果你今天韩式上衣非常好穿，我刚刚穿过牛仔裤、短裤都穿过了。好，它的长度大概比正常衣长再长一点点，因为它想要可以当那种比较休闲 oversize 的感觉。然后呢，完全是超级大弹，反正布料好到一个极致啊。然后你如果是要搭配洋装的话，因为它非常的好绑，够弹，然后这样绑上去，然后它就是微透微透的上衣，薄薄的，所以呢完全不会热，是现在这种早晚凉凉的，很适合，很适合，不用带外套了。这样，然后这样穿超美的，超瘦。然后这一件呢、不论你是买白色还是奶茶色，我都很推荐你，因为呢，不论是在手袖位置、穿搭感，然后价钱呐、都很棒，而且这种满满的现货，你动作太慢，我就不管你喽，你就慢慢等咯。那今天有这个折扣嘛，99活动，你不买然后又要再等，我也没办法咯。好咯，我的讯息又被吃掉，所以基本上我看不太到。好，就这样。好，我们海外的粉丝应该已经下单完毕了，所以呢我们等小帮手准备一下，我们就要来抽奖了。那还有没有台湾粉丝还在就是还在下单的？
好哦，还在笑，好，等你一下哦。好，还在下，等等，有两位粉丝，央央，央央还在下单，等等 ，Jaslyn， 好，海外粉丝非常踊跃在贴订单。好，然后有买到今天的商品基本上都是现货啊，所以出货速度也是极度快的，请大家动作快咯。好，那海外的部分要不要先抽？台湾还在下，很期待小白鞋，就是跟之前都长得不一样的。小红子，我都看不到那个，所以好来，好的话跟我说一下。此时此刻的我又开始晕眩了，哈，好了，所以呢，赶快赶快，大家，台湾再等一下，是不是？好。那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啊，我刚刚讲到一个留言，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记得我在直播有讲过这件事，我的声音很高，然后因为我每天回家都会听我自己的直播，每场哦，我是习惯了，就是我自己会看，比如说我今天当天讲了些什么，或者我穿衣服的体态啊，或者有没有穿好，有没有搭好，所以其实我不会整篇一小时都看啊，我会用拉的拉的拉的。然后我讲了，我昨天看到一个小留言，就觉得那粉丝很可爱，你知道他说他已经喜欢我们很久了，然后非常非常喜欢我们的衣服，但是呢，每次听到我的声音很尖很高，他几乎没办法再听下去了。所以呢，这个粉丝我觉得超可爱，我相信他一定是很喜欢，但是可能有时候听久了就会觉得啊，你的声音好大声好尖哦。好，但我记得我在直播有分享过这件事情哦，就是我本人的分贝就很高很尖。好，这好像很难控制啦，对，所以呢要请粉丝多多包涵了，好不好？因为我的声音确实哦，我之前有分享过，我晚上都会躺着都会看我自己直播嘛，然后我有时候忘记关声音，我自己也会稍微吓到一下，所以那位可爱的粉丝，我不知道是哪来的哪一个国家的粉丝，但是我看到这可爱的讯息，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尽量尽可能的不要再吓到你们，好不好？好，因为我的分贝啊，我本身讲话的分贝跟那个声音就比较比别人高一阶了，然后加上呢，居然有时候在做活动呢，又非常的紧张、快速、活泼，所以呢，导致我呢就越高越快了，你知道吗？请大家多包涵，好不好？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觉得那粉丝很可爱，我猜他是鼓起勇气跟我说的，因为他很喜欢我们家衣服，但是他就说，可能他真的要还是给我们一些小小的提醒，这样我 OK 啦 ，OK 啦。我会尽量降低分贝，好不好？就是让大家不要吓到这样。好，这是我昨天看到可爱的留言。我其实有时候都会看一下粉丝留给我的，然后有很多粉丝在 IG 啊、Facebook 祝我生日快乐，我都有看到哦。好，感谢大家。你的分哎，不是啊，这就是每个人的习性啊。像我有时候听到别人的直播，我也会觉得别人很分贝很高，就每个人的那个听觉或是他喜欢的声音不一样啊，就这样。很可爱，好啦，虽然我不知道那个粉丝是在这一台这一台，但是我有收到咯，希望你继续喜欢我们剧院的衣服咯，好不好？好哟，好啦，噔噔噔噔，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啦，毕竟妞儿也是一个蛮激动活泼的人，所以呢，请大家多包涵咯。好啦，来来来，好了吗？还有人在下单吗？这是我的特色，没错。昨天呢，我的那个旁边的小帮手，我也是说啊，真的吗？我说这就是我个人 style 啊。就是你刚没在认真听吗？他很认真在等抽奖的东西。就是我的粉丝很可爱说，说他很喜欢我衣服啊，只是我的声音有时候很高。不会啊，就是因为声音很高，所以很热闹，是不是？对，就很激动。对不起，对不起，有时候会吓到大家。啊，我们现在就要抽喽，下单你把订单标贴回来喽，我们等最后几分钟喽。我们公司女生声音都很高啊，我们出去玩就是高分贝的那一种，很可怕。好，来来来来来，好了没？然后再最后提醒大家一次哦，就算你现在还没有下单完成的人也没有关系，九九购物节我们会进行到什么时候？九月
今天晚上几点？23:59。对，会到今天晚上的23:59。所以呢，你这之中还有时间可以下单，但就只到这个时间哦。就是今天就是折扣加折扣，我觉得超便宜的。然后，或者是你要买其他的东西也都可以，好不好？干嘛断线了？网速缓慢哎，最小的一团，对，没错。布料会不会太硬哦？军装外套它是棉麻，我觉得它有一点小挺，那不会到硬啊。洋装有连结，是今天的甜甜价哟，好，大码断了吗？那要请他们再重贴，还是你要用那个连结？直接用那个，然后拍。好。洋装有，而且洋装好蓝色，你等一下呢可以看一下回放，然后它是完全高弹，超级弹，超级凉感的一个洋装。已经习惯我的分贝了，可能我突然很低，大家会不习惯。好了，不要闹你们了吧。好，那我们等一下，因为大马的突然断线了，我们等一下要抽奖，我们先把大马开起来。那台湾的粉丝好了吗？我已经紧张到全身湿汗了，每天都这样紧张到全身湿汗。先抽台湾好不好？然后呢，我帮今天大家准备台湾五名的199，很棒哎。那口袋牛仔大腿贴吗？不贴，不要选大一号，正常。你平常最常买哪一个牛仔裤的尺寸就买它，千万不要大一个尺寸，然后它不贴。好，这个我们已经是卖好几千件，所以就是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尺寸该怎么选咯。